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 JC 杠二 B 新型摇头烫花机，然后这边它有设置的时间与温度在这里面是一体化的，然后我们现在是以烫热升华，我们上的25秒，210度，然后这边已经开关，这是保险装置。是布，要升华值。